I got supplies. Then there are. Oh, 你走错边了，下次找一点讲嘛。哦，没事，我去帮你们探路。不打不相识，他们完蛋了。有人，前面有人，他在跟我打招呼了。 是不是已经到我脸上了？靠呀！我脸上有一个，刚六。身上有人。我这有人。我这边有人。 你知道我用什么枪把他打死的吗？我想。Help！哎，我这有个残血的，完了。那个很残。我脚下刚好的，我脚下有人啊。 我才是人机，真的，我看他跑过来了。给他枪头，给他枪头。你到，靠边，完了。我刚楼下有个人啊，他跑过去了。 你确定你打了他们不会全部干过来吗？因为他死掉了，那个人。那个是另外一队的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应该超肥的哦。如果你打他们，可能可以一把抵十把。后面有人。我觉得他们跑了。 他们一定跑。三个六级甲的包，两个人舔，因为舔完就会走了。哪里？你有山上？哪里山上？你的视野比较大。 干单发，我。但是单发了，靠背哦。而且你应该要趴着打。
哪里？还真是。没了。先捡这个包，再回来打。好紫哦！I got supplies. 不要忘记。你跑了？怎么跑的？这个货柜吗？我记得。见了。我觉得刚刚其实我第一发已经中了吧，可是我是单发，我觉得我后面应该都可以中。我看到人。其他的，很简单。对，我在看，怎么上岸？你为什么要叫他去送头？你好恶劣哦！他们但是他走们了，跑了，他们肯定走了，他们跑到底了。对啊。不会，他们会直接走，他们不会回头啊。没有，我看他好像去舔，去开另一个房区。看到了，两个，两个，有两个人在跑。我看到了，没有看到你。他们看到你，没有？没有你要丢就直接丢了，你站在这里更明显。不行不行，丢不行丢不行丢。太空旷了那里。我过去了吗？这么快？不可能啊！这种枪声，打死也不行。
对面很烂。等等。看到他了，操！都不用倒，在水里了吗？是有点抓抓痒啊，还打不死人呢。嗯，没有，没有东西。I got supplies。超蛋，还有556啊，这是还有我的556。最高打吗？还是我这次？啊，真的有啊！看一下，好了，好远了，这一点的估计，我这一点好远，这个比较近。搞丢了，搞丢了三个人，好难过。你刚刚把队友烧死了，没有死啊，还没死啊，有活下来。至少没有死，他也不知道我倒了吧。